你这边凉。其实连俺孙女都留的，不是说是俺孙女小，老麻烦老麻烦，他里头就掺俩味，他掺俩东西啊。成的味啊，成的味。不是，他里头还加了一种那个油腻的一种东西，他那东西是个垃圾啊。再说你其实咱不行，不行，你说你是土啊，那个家成了一个掺了嘛东西，该留就还留着。孩子还不错，还红眼不红娃嘞。五十是不？这都是五十。十年咱们这吃的可多，都吃惯了。他光红红红而已。他这还要来，他这还要来吃吧？那，他吃不着。他吃啥？这个比例差了，我比方出去。要不拿出去丢了。这样修，然后呢，就不知道了。那很少，人家不是。那也是活的，那叫修。